有一点点微小喇叭，所以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纤细。屁股呢一样做了夹口袋，看起来非常的小。它不是有弹性，它是西装裤，但是呢它超级舒服的，是可以这样抬脚伸缩自如的。它做了假的拉链，感觉好像是一个腰头，牛仔腰头的感觉，但其实这边是假的。然后做了一个腰头，然后有口袋，然后它的腰围是有松紧带的哦，所以呢我觉得好适合大家哦。然后裤子的话，我也是建议大概 M 号左右， M 号以下， M 号以下，屁股比较不会那么合，我觉得才好看。那妞儿的身高是161公分，距离地面大概还有35公分，所以小个你也不用担心。这个裤子呢，谁说一定要穿直性，如果是妞儿的话，我出门我就会穿这样，我就会穿的比较休闲。你看这样整体，我觉得如果是要去上班什么的，非常非常的协调跟好看。然后黑色的话，如果要搭休闲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哦。好，如果呢你穿黑裤啊，你其实可以把它当成休闲感来穿，换个小白鞋，然后你看它就是有点微小喇叭八九分裤的感觉，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，然后整体的质感非常非常的够。